妈，我想尿尿。好，你自己进去，妈妈在门口等你。不要，我要你跟我一起进去。宝贝，你该洗澡了。爸爸，你能帮我洗澡吗？不行，你要自己洗。不要，我就要爸爸帮我洗。爸爸妈妈，我想和你们一起睡。哎，那你过来吧。儿子，我们谈谈。儿子，你是男子汉吗？男子汉是什么？男子汉就是可以自己做很多事情，十分独立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不麻烦别人，关键时刻还能保护自己爱的人。我是。那你见过一个男子汉需要妈妈陪同上厕所吗？你见过有男生进女生厕所吗？你见过爸爸妈妈洗澡的时候要别人帮忙吗？没有。男子汉就是十分独立，可以自己睡觉，自己上厕所，自己洗澡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你做到了吗？没有。那我以后自己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可是爸爸，你不是说男子汉要自己一个人睡吗？可是妈妈是爸爸的爱人，爸爸要保护妈妈，所以爸爸可以跟妈妈睡觉。以后你也会遇到自己的爱人，你也会跟你的爱人一起睡觉，保护他们。